係自發咧係上街啦，幫手清理垃圾啦，清理路障啦。咁就我都相信咧，而家去到一個情況咧，就係大家都係即係忍受唔到嗰個生活嘅影響，影響太大啦。咁對於我哋呢邊啲朋友嚟講咧，我都係有個呼籲嘅，就係大家要注意安全，喺安全嘅情況底下，先好去進行。記住，團結就係力量。